好，现在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20公斤抛放装置的一个简单的介绍。大家看到了，这是咱们的20公斤抛放的主体，这是它的配套线材。那么这套配套线材上面呢，一共有6根线，最旁边的黑色的线呢是咱们主供电的负极，咱们有一个标记，标记的是 GND。那么我左手边的这根红线呢，是它的供电线，就是咱们所说的正极，它支持12伏到60伏一个电压的输入。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根绿色的线，就是咱们抛放开关的信号线。其他的这个细的这个红线，还有黄色还有蓝色的线呢，现在是处于闲置空余的状态，大家可以根据以后的需要进行一个定义。那么咱们现在实际上最主要用到的就是这3根线，红线、电源的正极、绿线、信号线，还有咱们的黑线，就是咱们所说的电源的负极。那么在我们抛放装置的这个里面，这儿有一个咱们的插头，咱们的线材跟它进行插入的时候呢，它有一个防反插的设计，大家可以注意看一下，插反了是插不进去的。在这里面有一个防反插的设计啊，这个插头上面有一个凸起，对着这个插座的凹槽插入即可。这样的话呢，咱们的线材插入完毕了。现在我把这个线材拿到一边，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抛放装置上面现在我放了一块电池，一个伏特巴的接收机，还有一个给伏特巴接收机供电的一个5伏的电源。这是我自制的一个简单的一个测试的小装置。现在呢，我拿来另外一根线，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根红线连接的是电源，这边做了一个 XT60 的插头，然后呢那边的黑线，然后作为地线，然后接到 XT60 的负极上面，然后这个绿线。绿线这里我做了一个杜邦头，那么另外的这个杜邦头的另外一端呢，是一个黑线啊，是跟咱们供电要有一个供地，所以说我都焊在了咱们供电的这个负极上面了。那么现在我把这个杜邦头插入到咱们伏特巴接收机的八通道上面。然后将咱们的绿色的这个6P 插头插到咱们的抛放装置上面。现在线材连接好，我现在给咱们的抛放装置供电，然后打开5伏电源。现在我把伏特巴打开电源，然后大家可以注意看一下。我现在定义的是伏特巴接收机的八通道，那么我给它定义到了这个 SB 开关上面。这个开关打到最上面的时候呢，是属于夹爪开放的状态。我如果把它打到最下面，它就是一个关闭的状态了。大家可以看一下，现在夹爪关闭，现在夹爪打开。我们可以按照我们自己的需要定义到咱们自己遥控器的任何一个通道上。这是咱们20公斤抛放装置的一个简单的介绍。